本土八点档编剧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无人能及，哦，这个很有名哦。三立世间情的剧情也是神展开，请问何一佩饰演的阿嬷是闻了什么得以返老还童？明星花露水。但是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有吗？有影片吗？喂，好猛哦！哇，特效，变身了，变身了，喜欢呢。谁拉布是一样，谁拉布？美少女战士，小魔女斗瑞米。哇，变身！人家说演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子，到底谁是最强的戏精义，或是综艺脑大？现在的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好多经典的台词你记得吗？《还珠格格》里面说，如果我满了，我就闷出来。《延禧攻略》的魏璎珞说：“我魏璎珞天生脾气薄，不好惹。谁要是敢唧唧歪歪的，我肯定有话对付他。”然后《七人心的小三》里面说：“哎呦，哎呦，在爱情里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。”哎呦，谁可以玩到最后呢？加油！哎呦，请出力。杨丞琳以歌曲《像是一颗星星》纪念出道20周年 ，MV 还原演艺事业的重要历程。除了综艺天王吴宗宪站台原汁原味重现我猜啊 MV 中也还原了多部戏剧作品，请问是哪部戏剧让杨丞琳成功拿下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？好耶 A 啊，图片的 B 啊，哦，这个造型 C 哇，唐文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应该 OK 吧，各位？那纯看造型，这我怎么猜都猜不出来。好，你必须要知道他这造型是哪一部，是什么作品哈？好，取牌。好，一二三，请亮答。A B 大部分都是 B， 为什么 A 的话？为什么？A 我记得是不良校花，对，然后 B 是恶魔在身边 ，C 我就没印象了，可是我印象不良校花得吧？不良校花得海派甜心，啊，海派甜心，海派甜心，宝珠姐，丑不拉几香菇头，来来来来，丑不拉几香菇头，是不是 B 呢？请看。恶魔在身边。许愿，这是小美吗？对，贺军翔是吗？哦，他们保护着前进，那笑着笑着就想哭的心啊。哦，是哦，哦，来了来了，睡哦睡哦，好纠结，好纠结，哦哦，睡哦，哦。哎呦天哪！哦，好复刻哦，年轻人嘛，好帅哦，超猛的，好可怕，差20几年，性格真没手变，对，你都没变呢，没什么变，你回去演好像还是真的。哦，哎呦，重新再一次啊，这个是。你去演的，这个是 MV 几年前你去演的，哪几年前？不是，我要，你怎么会看到现在才知道？你以为是20几年前？都没发现呢。你录好所以我们才说你没变，你没变啊，没变，真的哈，没变啊。对啊，真的蛮感动的哈。对啊，我看着他们呢，露露的感动，露露未来啊，有机会成为杨丞琳这样的位置。哦，对，因为然后再找你女主持人里面啊。歌能够唱很好的，你算是唱得很好。哎呦喂！现在突然的夸奖，突然的称赞，不习惯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Go。本土八点档编剧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无人能及。哦，这个很有名哦。三立世间情的剧情也是神展开，请问何一佩饰演的阿嬷是闻了什么得以返老还童？哎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应该是要自入产品。对啊，这太明显吧？小桌子是要推出来了。太明显吧？这太明显了啦！请取牌。啊，对，看到了，都是八点档，还是有牌子的。明星花露水。但是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有吗？有影片吗？喂，好猛哦！
哇，这个特效，变身变身，好喜欢呐！谁拉木是一样，谁拉木？美少女战士，小魔女斗瑞米。哇，花露仙子，花露仙子，代替月亮惩罚你。有这款代志，什么？什么？我也要去闻。真的，大家都要闻。这种置入叫做当然置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它的历史定位。哎哦，对，人家我就是明星花露水啊。嗯，对呀，就那么简单啊。因为历史上就只有我，就摆在那里。对 ，level 在那里。对对，请出题。八点档中夸张的演技和洗脑台词，常成为网友话题的焦点。还没，有时更会带起模仿热潮。还没哦。请问，下列三句经典台词分别出自于哪些戏剧？有答案再举哦，要扣分的哦。声音 A， 下架。哇！声音 B， 严格来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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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格来讲。声音 C， 还是其实来讲。我到哦，来，来 A 是什么？踩到红哥，你踩到他脚，没有毛病。分别分别哈，来，恰恰恰恰是什么？恰恰是那个雷洪哥爆菊那个吗？夜市人生。哦，夜市人生，好强啊！好，第一 B 严格来讲，出现了九十几次，严格来讲，九十几次都知道。台湾龙卷风，严格来讲 ，C 就是柏林姐的。天之娇女，哎呦，恭喜答对！太强了！